点啊你？叫你帮手夹住阿 Sugar 夹成咁，青头仔未见过大波妹啊！哎呀，心痛你啲钱咗 B B 猪，嗱，听我讲啦，个价位咧到顶噶啦，放咗先，迟啲升嘅时候人哋睇你入啦，好唔好？嗯，你想点入咪点入啦。呢个点玩噶？喂，小心啊！知唔知咩系伦敦金啊？伦敦金。 伦敦金，系伦敦嘅金。有做功课喎，平时有冇赌波赌嘛？诶，我都唔赌钱嘅。嗱，正常人咧就走去玩。有啲人咧，硬系为咗追求刺激啊，就走去同啲外围装嘛。伦敦金同赌外围差唔多，纯粹场外虚拟交易，同啲伦敦金嚟咗一样，都系庄家金。 乜僆妹玩揾快錢，走去收倫敦金，點解？就係貪佢冇證監規管，牌都唔使攞啊嘛！中學都未畢業，就走去坤啲鹹濕啊！喂呀，你講完啦，簽名先啦！班叔父對眼掛住睇波，邊得閒睇得千字文啊？我授權經紀可自由動用户口資金，沒有上限，基本上同簽賣身係冇分別。 签授权书开户入钱，班女女跟手帮你乜乜买乜乜买，佣金逐笔计，最后一句交易亏损，就帮你输晒啲钱。咁冇保障，点解咁多人仲中过头埋咧？今日做得辛唔辛苦啊？正所谓现代人总是寂寞的，成日有女女走嚟嘘寒问暖，氹下你嗲下你，对你疯狂赞美，十个麻甩佬，十一个都受落啦。 伦敦金简直系耍世纪年咁顺，以小博大，百倍杠杆，一万可以当一百万，入场门槛咁低，难怪个个都以为自己可以卷石成金。大把麻甩佬，连个女女真人都未见过啊，就几十粒、几百粒咁送钱出嚟。唔系喎，谂谂下，我都系转行都唔使咁少。等我帮你冲多两日，齐齐揾真银。冇乜用，搞咩啊？ 冲啊！你夹唔夹？你讲解，我夹。你讲解啦，你。咧，好似我去卖鱼咁样啦，我拣咗条鱼咧，咁啊叫嗰个剁鱼阿叔卖鱼阿叔。系啊，卖鱼佬又得，卖鱼佬又得。Sorry， 对唔住老公，佢咪唔好嬲，冇嬲啦。对唔住，对唔住，对唔住。杨官有冇听过血滴子计划？ 佢系一个本地初创企业嘅，拖全香港市民落水啊！你点解泼我冷水啊？我明明系好人，我觉得要谂下一步啊！咁短时间由天使有刺客，有刺客，要短正佢，真系一啲都唔容易。 一晚時間你點查到咁多嘢？哦，係喎。一晚，佢好認真。我個肥又差唔多。